这个要往前顶一下按的那个地方，没有按的不到，不是这个探针的位置是在这里嘛，往前顶出去一点，那摩擦一下是吧？要往前一点，哎，那个没事，只要我搞宽一点的，对，搞个宽一点的，其他的没什么问题，直接是探针那边宽一些，正面的，啊。它是我看着它，它冲到最后的时候，挡住了它的功耗。现在的这个位置你们很准。Thank you.